这弄得也太好看了吧！初夏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为了迎接你布置成这样的，漂亮吧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啊，你问。你今天和魏宣和单独出去一天，有想起什么吗？你们两个该不会又重新在一起了吧？那没有，那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也什么都没有想起来。我觉得呢，过去的事情如果想不起来了，那就不去想了。你也可以和魏宣和少接触一点，毕竟你们两个这么多年都没有见了。你没变，但是他变了呀，不如重新开始。见不见？我看后面那位就不错。你给我下去，你那里丢得下。你跑一天饿了吧？嗯，准备开餐啦！哦，小瑞，叫你那么多次了，准备开餐没听到啊？快走！小瑞，给我捡起来。还有东西没拿。自己捡。你给我捡起来。哪儿呢？这儿呢。那个红色的。对。对。金小瑞，你个见色忘友的东西。这个。谢谢啊。不谢。时间停在此刻多好，想用那一秒也因为有你变得漫长，爱已悄慢传来心动讯号，难得欢迎来到新世界，在这一秒都为你，也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。把欲爱难解的谜题，遇见你才揭晓谜底，穿越时空的缝隙再去探寻你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 爱奇艺